读你是不可取替。曾听说有许多恋爱，没有结果，正伤心这感慨，令我都刻意离开，是我不敢相信真爱，但你不惜真心真意对待，竟令我再感到意外，让我献出全部热爱，全面喝彩。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挽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给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如早知感想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你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怎么留住你，一直想谁似你这般欣赏我，谁也说不上你一般清楚我，问我可需要什么，愿你终生交托给我，让我一生好好把你照应，请让我睇出你需要全部热爱，从来没缺少。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给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早知感想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你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想爱，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想爱。多谢晒，拜拜。祝君好。
读你是不可取替。切切，切切啊！等下真的没有问题。曾听说有许多恋爱，我的房间八海来客，没有见过情伤心。对，八海。哎，马海哟，哪里有马海？哎，马海哟，黑暗黑暗黑暗黑啊，哪来的马海呢？哎，这是头像啊！真爱，但你不惜真心真意对待，竟令我再感到意外，让我献出全部热爱。全面合载。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
是我的好听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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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宇宙之中想着你有很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你爱，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让我留住你一直相爱。不像你一般清楚我，问我可需要什么，愿你终生教托给我，让我一生好好把你智慧，请让我睇出你岁月为你献出全部热爱，从来没缺少。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两袖也不放弃，唯独你一个字不可给取替，是我生命里唯一一切。宇宙之中想跟你有幸可相爱，才当初应更努力为你爱，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让我留住你一直相爱，其实我知道是不可再，下半生让我留住你一直相爱。多谢晒，拜拜。科科，哎，原来我的麦开着，原来我的麦开着。Hello， 大家好，我等来了，你们有没有想怎么讲？凶不会，有没有想我？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小布的房间。今天小布的开播时间是10点到12点。对，今天我会很乖，没有打多大，今天是不会打多大的，科科，因为就太迟开播了，嘿嘿。嗨，好，鼻音太重，很抱歉，因为还在上风当中，对，还在有点上风，所以请大家就是可以的话，就不要。不要嫌弃我的声音嘛，哎呦，什么是傻妹？为什么每次写小补？我是小普 PU 不是 BU， 然后你是要把
把那个 BU 再加 S5 就变成一辆巴士了。嘣，多休息啊！有啊，我都很乖，都有一直在休息。嗯，只是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好像是声音，只是因为声音这种东西，因为它跟天气很大关联。我最近就是我这里就是一直就是天气很热，然后过后就突然间下雨这样子，所以就更难好了。香港人呐、啊、，Hello， 香港人你好，很 sexy 的声音。对不起哦，我也不想这样 sexy 的，可是他就这样子嘛，然后就变这样了。King 他是香港人，所以大家听我声音还是挺塞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不可以介意，不准介意，应该是这样讲。好，对呀、啊。好，那我在想，今天呢，我们大树应该是会以聊天为主啊。唱歌方面，小蒲会，如果你们接受得了，对，这很塞的那种鼻腔的话，我其实是可以唱一下。可是问题是就是可能就是没有点歌的部分，因为其实这样子的声音限制蛮多。今天那就我们来看鬼片吧。不要啦，已经上就是星期一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然后现在又看鬼片，不要啦。好的，谢谢 Kiki 的 Kiki 啦，我不要叫你 Kiki， 谢谢糯米鸡的520哦哈。糯米鸡，你可以换回你那个头像吗？因为我认你头像，不认你的那个名字，你知道吗？你放那个法海可以收回去了吗？那是游戏啊，不要。话说我今天呢，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应该会挺减肥成功的，对。可是我就觉得好像又没有瘦到这样啊，就那个，因为我整个人很热，然后热到我这个位置，我牙齿里面就是。它就是，不是牙齿里面，这个脸颊里面的那个肉，它就是溃烂，好恐怖的那个字，它自己就是有烂掉了这样子，然后自己就生凹色，一颗一颗一颗，两颗吧，我就会惹哎、欸，可是我没有去戳破，可是这里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会好像是咬到还是，可是不可能咬到吧，可能就是这里就是热到它有点溃烂的感觉。然后我只吃包的东西，对，然后就是一直以就是那个叫什么，吃那种流质的物体。我要跟他妈妈就是有煮饭给我吃，我就根本吃不到，根本是硬啃的。对，我好像感觉就是在吞，我觉得我胃快疯了，火气大的，对啊，就是火气很大，然后加上每个月一次的东西又来了，对。每个月吃的东西又来了，所以害到我不能吃一些比较凉的东西。我昨天就是整天，我就觉得整个人就是热到就快爆，一直灌水没有用呢。然后我就跑到，就我生气起来，因为我咳嗽，我生气起来我去吃 ice cream， 哇，那个冰淇淋放在这里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对。然后跟我晚上的时候，就是买那个，爸爸就帮我买龟苓膏给我吃。然后买了那个龟苓膏过后，我吃下去，哇，就放在这里，真是爽到一个极点。可是好景不常在，只能这样说。空气流还好，空气哦，是吗？因为我去剪呢，幸好那个发型师也帮我剪回那个空气出来。我有点怀疑不是发型师的问题，而是我开始秃头。所以才会有空气刘海出现，会不会是这样？以毒攻毒啊！我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去撒盐，我喝了那个盐水，就是我漱口，我用水盐水漱口。早上的时候我用盐水漱口，然后就是下午的时候我是这样，然后我就撒一点盐，痛到我的眼泪都滴出来了，滴出来是什么？滴出来了。
火气太大了，对啊，要吃梨哦。可是因为我就是每个月那个嘛，就是有亲戚拜访嘛，就亲戚拜访，我不能吃凉的东西耶，一点点凉的东西我都不行，因为我一点点凉的东西我就开始痛。好像我昨天就吃了那龟苓膏，我下午的时候我就 Oh my God， 我是根本就是一个，就是我做东西我是这样抱着这样做东西，对着电脑我是这样子，一直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弯腰这样子这样子做，可以用西瓜霜很快好。这个问题来了，我忘记我这一区好像没有的卖西瓜霜，对，我这一区好像西瓜霜好像没有了、欸。对，找不到，买你我也没关系，没有吧？你它是含重金属，但是没有人叫你整罐吃下去。对，有些东西它是有那种毒，可是问题是你没有整罐吃下去是没有问题的，你是放一点点应该没问题的。对，只是我这里这一区就没有卖了，很少卖了。不要在我的伤口撒盐 ，OK？可是我觉得我笨，我是一个变态的心态，还是一个我笨？我这心态是正常还是变态？我还真的很喜欢，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他那种熬舌什么之类的，我很喜欢用那种漱口水啊、盐啊、盐巴啊，还是什么的去给他就是刺激一下，刺激一下，然后过去就觉得很爽很爽很爽，所以我是变态嘛。哦，台湾因为这样被禁卖，但是其实说真的，它，我觉得多多少少每样东西都有它的害处，只要你不要就是你适量就很好啦，对不对？嗯，西瓜霜加 ，no no， 快点去买西瓜霜寄给我，no no， 你快点去买西瓜霜寄给我，快去快去，诶，今天这个。这样子也 OK 吗？对，所以其实 no， 我这样子空气流还是 OK 的吗 ？OK 的吗？空气流还这样子 OK 吗？其实我很 outdated 的咯，每次啊，我每次就是怎么讲啊，学一样东西，就像潮流方面是不是？对于潮流方面，我总是就是每次就是把那种。很不潮的东西放在自己身上，然后觉得哎、欸，这样好爽，就觉得这样好漂亮这样子。可是那东西已经流行了很久很久，然后已经是过流行、特流行，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其实，然后到这时候我才觉得好用，对，就觉得那个东西好用，很好用，好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这个东西嘛，然后我现在才用，可是其实这样也好啊。因为好像我现在买这东西5块钱而已，5块钱两个哎、欸，对啊，那时候流行的时候买10多块，所以我算省钱了吧，呵呵，非主流。我那天最破也没买呢，最破是什么意思？我都看服务的照片之类的，是被我吓好的吗？是这样吗？就像那个什么，写一个胡字在这里。那个什么鸡培什么鸡培啊什么鸡牡丹之类的，然后你要写个虎自己吓他，他就会好。我这个是咳嗽，希望大家就是听到不会很刺，如果很刺记得跟我说，我离开远一点才咳嗽 OK。 嗯，唉，好的，谢谢天上飞的山猪送给小布的50朵花花，谢谢你。Finally found your channel. Wow, congratulations, you found my channel. 嗯，我看 SD 说咳嗽吃巧克力会好，不行啊，因为我其实个人应该是不行，因为对于巧克力这个东西来说，我觉得我吃了过喉咙会黏，会更痛苦，因为。我觉得咳嗽这东西，你说的咳嗽应该是干咳，可是我这是有痰的。嗯 ，Love a lot of your song you make cover on YouTube. Thank you very much. Sorry about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So, sometimes I will reply quite slow and I hope you understand. Yep. 黑糖水很热啊，不是吗？对，会热死人吧？怎么会热死人？是芭乐吗？哦，巧克力吗？我现在应该是不能吃，因为人蛮热。黑糖水是热的，我记得。普洱茶。那 it's okay, you can speak Chinese. I can't type only. So can I ask a very sensitive question? May I know, are you Singaporean? or Malaysian? 这个好，什么是这个好？叫老板吸掉 banana. Oh, hey, but you are not offensive to call yourself as banana because there are some of my friends.Yeah, they don't know Chinese at all. And when we call them banana, they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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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angry about us, you know. I'm Malaysian. Oh, hi. So do you know how to, I mean, you know how to speak, right? But just don't know how to write or type, right? 那个 used to it. Oh, so it's like, actually you are not adept to, I mean, you don't like the word, but used to it already. Okay. 也是对啦，像我其实很讨厌人家叫我肥婆，然后就从小到大被人家叫了，我就觉得算了，你叫我肥就肥啊，我肥就肥啊，就是这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啊，今天声音真的很不顶。还有我真的好饿。真的好饿，他不是做饭骗给我吗？ Yeah, can really tap it, you will roll on floor. Oh, 有马来西亚人吗？这边其实这里挺多马来西亚人的吗？这里挺多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人举手，马来西亚人举手。If I tap in Chinese due to wrong words, never mind, we love to tap in wrong words.To misunderstand others. We have some of it, that even write some very, very, very serious mistake, then becomes, and after that becomes their signature. Yeah. I don't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来下举手，举手。Please combine both sentences, Okay. Okay, I combine. Okay, I try. I think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but I think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So, 我还是讲回华语好了，因为我英文真的很差，就真的很差。其实刚叫小福的时候是因为海绵宝宝，而且认为小福是台湾人。I can't type more than 50 words. Damn it. Never mind, you can learn it. Actually.For me, Chinese is quite difficult to learn, but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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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proud of it because I'm very proud of it because my family talk with me in Chinese since I'm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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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small. So, if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Chinese, then this.Kind of age only go to learn also is very very hard. Yep. I have Malaysia friends. She can speak four language. Yes. Most of the Malaysians, they know how to speak more than three language. Yeah. One is their mother tongue. One is Malay. One is English.有听没懂，没有，我们就其实我好久好久没有说那么多英语了，没有啦，就是他们我在跟他们聊关于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就是华人，对，就是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其实说真的，马来西亚华人还蛮强的，对，如果你是华人的话，然后刚刚你是有受中文教育的话。你就会懂得至少三种语言，一个就是可能是中文，然后
你的就中文、马来文跟英文，对，然后过像我本身我是广东人，所以我会广东话，是一点点广东话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不同的种族的朋友，对，然后就是像在这近十年里面，对，菲律宾人也进来了，然后邦加拉也进来了，哦，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可能是印度的同胞啊之类的，然后你就可能会认识到更多更多不同的语言，对。然后加上在我们大学，我们可能会有必修一科，必修一科可能是德文啊，还是日文啊，还是法文科，但是我没有去学，又懒。然后其实我挺后悔的，因为那时候学的是免费的，可是我就懒啊，然后忘记去学。然后现在挺后悔的，我应该去学日文，因为我个人挺喜欢日文的，对，就是因为 anime。I only know how to say Malaysia Rojak Thai. Yeah, me too, me too. 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就很习惯，就是可能在一个句子里面，我们会混至少三种或者是两种语言在就是一起这样讲。对，可能就是会不懂的字，就是突然间会想成就是可能那种懂的语言啊，对，就这样了。嗯，福建话，我袂晓讲福建话。但是我会听淡薄呀，我的福建话啊，真正差，那是什么？在说什么 ？Sleep, I just know this word in English. 像啦 ，no， a lot of them know. Wait.You're too fast. I need to screw up first. A lot of them. Wait. I need to close my auto screw. Okay. A lot of them know 5 language. Oh my god, really? Who know 5 language? I don't know. Yeah. 4 is quite much for me. I only know 3. But actually, for me, language is, you can learn more is better, lah. Yeah.Language, this kind of thing, you can communicate with more person, I mean, interact with, can know more, yeah. 你就可以知道更多东西。而且真的，我非常庆幸我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所以我可以知道，其实可能就是去到什么国家都好，只要就是可能有英文啊、马来文啊，不是马来文，英文啊，或者是去到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华人地区什么之类的都很容易沟通，反而像我又去了泰国，我也可以用福建话跟泰国人沟通，虽然我的福建话真的很烂，然后他们还是会听懂一点点这样子。好酷的说话方式， Can talk English and Chinese is enough. Actually basically it's like that lah, because 现在英文跟中文算是众多人，就是蛮多人都懂的，对。You mean enough？ 我讲到去哪里了？你讲嘛该啊？我讲，我唔知我讲啥物。嗯，爱唔晓晓当？什么是爱唔晓当？我知爱唔知道。因为其实小普为什么叫菲利普新外号，不是菲利普，是我的爱。他是一个，我给你们看菲利普最帅气的样子。啊，菲利普是我最近的新宠。哎呀，我最近的新宠。锵锵锵锵，帅吧！哦，我已经几天没有找他了，这几天都很忙。海绵宝宝，很烂的，是宝宝，是叫宝宝吗？真的是叫宝宝？
客家话都出来了，五种还好，华语、马来文、英文、福建话、广东，哦也对哈。Hello， 刚见到傻了屁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不用这样嘛！哎呀，救命！OK， 好，我现在终于可以关掉 auto scroll， 老白比较帅。个人会华语、马来文、英文、广东话，还懂听懂福建，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真的马来西亚人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物种，真的，我个人虽然说我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可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真的就马来西亚人真的超棒的。对，除了政府不好以外，我觉得马来西亚是个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地方。加日文和法文，原来我知道的还不少呢，好厉害！那下次就可以问你一下，就是一些日文的发音。其实我很笨哎，我其实很想去学日文。我本来是想说，在今年，因为我的就是今年的话是我的负担上面就是已经是减轻了，对，负担上面减轻了，所以我又可以回到学校生涯了，所以我就想说想要去学一些可能就是语文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可能化妆啊，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音乐上的一些东西这样子去想要说去增强一下自己。因为说真的，像我去年就开始学吉他，然后我发现就是真的，就是你发现自己就是上了一定的年纪过后，你会发现就是开始学东西的那个吸收的那个时间会越拖越久，这样子，就是你会学东西学得很慢很慢，所以我觉得真的，现在就是趁我现在还很得空，然后听妈妈说。女人就是生的小孩会记忆力更差，我不能等我太老的时候去学，我现在记忆力已经很差了，我有时候连10+3=12，我会讲成12，10+3=12，13，对，10+3我都可能会讲成12的人，所以是时候真的是要用脑一下去学一些东西了。可是日文啊，日文我问你哦，如果是说自我介绍，女孩子是讲我大西对不对？我大西哇，我大西哇，我不懂怎么说，我大西哇小普，嗨，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乱来了，很好的数学，不要这样，因为就少用了，你就会开始有点就是生疏啦，对不对？对不对？还有，韩文棒棒，韩文我反正还好，因为韩文我妹妹学着，但是可是 des 不是 deska， so deska， hi， so des， 我只会懂这种而已，韩文是我朋友教过。可能小普思密达，对不对？很多很多的是 panda， 我的是小 panda， 但是也 panda， 对，但是卡斯问人，但是是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大西哇，男孩子要讲博古哇不是没？多学多看很好，化妆就特别时候才化吧，自然就是。没有，可是有时候现在就是开播的时候，好像那个灯光，我觉得就是弄到我样子很惨。你看我换化妆，人数变回去120了，对，
如果上昨天我没有化，就是前天没有化妆，化妆就是人数才60哎，所以证明女生还是要靠化妆一下，咱还是要靠化妆一下。哼，现在是各国语言教学频道，所以我又爱教马来文了吗？你们还记得你好怎么说，在马来文你好怎么说吗？比较喜欢看我素颜，没差啦，什么东西啊？虽然我也很喜欢我自己素颜，可是还是很那样子还是很惨呢。不是阿布卡巴，阿布卡巴不是你好，阿布卡巴是脏话，对。不光化妆的事，是我没空而已。对，你好，就是 Boogie 嘛。你好，是 Boogie 嘛？没有错 ，Boogie 嘛是你好吗？嗯，对，所以我们猪爸爸。不，对，帅叫芭比，对。我不可以了，我要吃点东西，我胃开始还酸酸的。大家，小朋友，素人家高兴兴。一包烧过去，蒙姐姐，我跟你说，一刀给你捅下去，真 teach like that 啦。再喝马来西亚国民饮品美露。哎，想到这个，我跟你说，我去到台湾是不是？我找不到嘞，找不到美露嘞，我很痛苦哎。然后 saya makan 了，我 makan 了，对。各位有来马来西亚旅行的朋友，千万不要在这里学国语，学马来文。学完去马来西亚应该走不出机场。我们这里是让你来自杀的，学马来文自杀。对，来马来西亚的时候，你学了我的马来文，过你会自杀。不是。是让人家可以制造他杀的现象，是这样吗？可是我找不到嘞，我去那个，而且他们就是，我就是想要试一下，因为有人跟我说，马来西亚的跟台湾的美露味道差很远，对。可是你一出海关，你就直接骂，你就是直接问那个，就是多口要跟那个海关说，你好的，你不给骂，就直接被抓去。直接被抓进那颗那个监牢了，然后姑姑就再讲一句：“爸比，不要这样嘛，帅哥不要这样。”然后就直接又被打。嗯，我的眼睛和加眼镜就接近高清了，绝对没差。嗯。家乐福和爱买都有，他们的像巧克力粉，听说没有嘞，在咖啡没有看到嘞。美露在外国很稀有，可是，在马来西亚是真的是国民美食。在台湾也没有 Maggie 的 Maggie 牌 ，Maggie 是马来西亚的啊。台湾的美露很甜呐、啊。是哦，可是我们这里的也很甜啊，看你怎样冲。可是，听我的朋友说，就是在台湾留学的朋友说，台湾的美露会比较重奶味。嗯，然后我有喝过那个澳洲的也是很浓那个奶味。马来西亚的美露也开始不好喝，对，那味道越来越跑了。
你要加很多，像我可能这样一杯，就是我加它差不多四大汤匙，就是加到来这里啊，我这样子冲才好喝哎。我们这里的像可可，但偏甜。是哦，但我不觉得。我们哪没路去台湾卖？还有 Maggie 面是不是？我们去台湾那边当阿梅，去炒那个 Maggie 米果仁，很赚哦。因为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有看到一个，不是在台湾的时候看到一个节目，是在马来西亚看到一个台湾的节目，他就说的那个，就是东南亚这里的人，他过去台湾那边就是开早餐店，然后他卖的东西是什么的？就是炒麦吉面，就是我们这里的麦吉面，然后就是配一些菜跟一个肉，每天就是这样卖这个大大份，这样子一个菜一个肉，然后在上面加一颗蛋，这样子就是那个店就是每天都满座都客满，淡淡的冷的，以前半杯就 OK 了，现在要差不多接近一杯。对啊，台湾好好，为什么台湾好好？发生什么事？台湾的饮料太多了，也对啦。其实我去台湾的时候，我觉得根本就是，可是我还是会怀念回美露。我去台湾去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我差不多第四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好想喝美露，尤其是在就是我们就是很习惯，就是可能就是从小到大的习惯，就每次生病的时候，就会想说，我好想喝一杯美露。就很想喝杯热热的美露，但是去台湾其实真的很赞，真的很赞，就是太多我喜欢吃的东西，太多我喜欢喝的东西，他们的 Seven 就是根本就是我的天堂，真的是我的天堂。等一下。臭豆腐，对，我们这里臭豆腐就只有在我们的夜市可以买，而且我们的夜市是怎么弄吗？我们的夜市是可能就是一个星期就只有那一天，就是一个地区它就只有那一天，如果说你要去吃那个臭豆腐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跟着那个车去跑。你要吃好吃的啦，对，那是你们自己一直狂喝好不？什么狂喝？现在冲泡式饮料都要放三汤匙以上，对啊，我都要放四汤匙哎。美露应该是马来西亚不可或缺的饮料，真的，所以我才说它是我们的国民饮料，就像麦吉面那样，就是我们的国民泡面。那可是麦吉是我们自家的就是产地啊。不知道谁去超市少了一篮，对，就是我还没有吃到好吃的臭豆腐。No， 看你哪一天过来，我带你去吃好吃的。我有吃到一档很好吃的，然后他就真的是只有两个地方、三个地方买，而且是特定。然后如果你要吃那个臭豆腐的话，我劝你星期三来，对，我就可以带你去吃。然后大家如果我星期三没有开播的话，你们就去打诺诺，因为是我去带诺诺去吃臭豆腐了。现在我都是喝茶包的，可以泡三次左右。对啊，像我觉得就是茶包的也挺赞的。炸臭豆腐、烤肉臭豆腐、清蒸臭豆腐，我吃到那个清蒸的不错，对。清蒸的那臭豆腐很好吃，烤肉反正不行，对，烤肉我这里会痛，然后炸的我吃不多，因为也是这里会不舒服，因为喉咙真的自从就是接触这个行业过后，这个行业是什么行业？对，就是自从接触做主播过后，喉咙特别的敏感。你说的是星期三夜市，对，星期三的夜市。下次来台湾，我去排一个至少等一个小时
以上的给你吃。不要啊，这样那个我会自己去，你给我地址就好了。对啊，不要辛苦你买。其实还是传统的臭豆腐，传统的臭豆腐不是炸的嘛，对不对？这最传统的是炸的，对不对？不用酱就很好吃了。可是我觉得臭豆腐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也是要点一些酱来吃会比较好。嗯，就是不懂，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吃那种炸的东西，然后我越喜欢那种猪血的那种感觉。对啊，就是要自己去逛，自己去排队，然后再去体验，才会觉得哇，超爽的。嗯，你饿？对，为什么我们会从国就是马来西亚人讲到马来西亚人的语言，讲到美露，然后再讲到去臭豆腐了，炸的剪成三角形配台式套餐？对，我是觉得那个是最经典的。嗯。现在是算是臭味相同吗？差不多吧，对。不会，我快喝完它。嗯，我没有吃到孙空耶，上次。我下次一定会去，因为我太爱臭豆腐，真的太爱了。还有一个东西我超喜欢吃，俄阿米索。靠，那个真的是我的致命点 ，OK？ 因为某人生病了，其实所以我很难过啊。我下次一定去，我跟你说，一定，肯定去。它有三种吃法：原味、椒盐、独家酱。顺序。酱我比较喜欢吃独家酱，我比较喜欢吃酱有酱料的那种。嗯 ，C 选择 C。嗯，然后我很喜欢吃那个鹅阿米索，然后鹅阿大肠米索，对，那个好吃，真的超赞的。我不喜欢配辣，嗯，蜜蜂很有层次哦，哈哈。等一下，我要开始念了。我水给我喝完了。等等哦，我去拿水。喵喵喵喵。